大 TED TV 牵小 TED TV， 我们是牵手要来一个双 AV 合并，哎，不，双 TV 合并。哎呀，为什么打着边老是个水到油腻这种东西？哎呦，弄不了。好，行，你出 KOG 吧。哎，我不能用那个了，老用那个蜘蛛，你们会说我的。这局咋爽了？难道对方是两个 UD 吗？咋啦？你还真给我蒙对了呀！对方还真的是那个啥呀？双UD的话，我这边就出力气首发吧。力气首发还是挺厉害的，打双UD特别是。差一点心理学，你知道吧？我读过心理学的，不然我怎么魔兽打那么好啊？有的时候该读点书就读点书，读心理学这种书肯定是必须的，好吗？作为一个观众，看到是吧？对方双UD加上我本来就是UD。肯定就要说，哎呀，我操，这一把绝掉四 BC 爆狗了。哎，不过这家是出了一个蜘蛛啊，五魔棍同学不配合呀。咱们都在说爆狗这些事儿，你在这出一个蜘蛛，哎呀，跟说 TED AV 啊，不是 TED TV 这个东西是被你们经常的给搞混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一清新小主播，然后被你们死活的强行搞混。我只能说少说话多背锅，像这种背锅的这种事的话经常做的，惨的也是不行。然后我们那个很多人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啥，中华背锅侠，锅侠就是我了。三家骷髅海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精灵基地包精灵直接搞定了。哎，还真是，我昨儿发那个视频被和谐了，我也是有点想哭啊！我说我，你说我啥事都没干，那莫名其妙被人家和谐了，也是惨的点不行。这年头做一个清新小主播不容易啊，做一个像 TED 这种更清新的一个小主播，肯定是更难的呀。好，这里的话准备，其实以前 BN 有一招打那种常规蜘蛛流的，特别厉害的。算了，我就不传了是吧？哎，我们这哦，我们这边是 KOG， 对面是，来双UD搞起，妈呀，好伤啊这个！我练个级不容易啊，且练且珍惜啊，我去啊，真的好难练啊这个。这打一 v 一，其实我这套战术是打那种经典的那个绿皮的，练绿皮是非常的简单的。但练这个是有点难的，难度系数有点大。够了啊，打死我一条狗就可以了嘛，老打死我那么多狗。哎呀我去啊，膝盖好疼啊，我膝盖疼啊，这个练级死两条狗了，要不要这样啊？这年头真的是练级太不容易了。好，我要去开始骚扰。哎呦喂，同学，你练点还是悠着点吧，练我脸上了，你这个是。好，这个 DK 是要成功 TP 了，别想打死我的狗，我的狗那是藏獒，吃过药的。哎，还不跑，还不跑，还不跑，那你就死了呀！来卡一下位。哎呦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我狗死了，咋会你门啊？我又死狗了。哎呦喂，人家这个蜘蛛是秀的跳的有点凶啊。够了啊，我都死狗了你还这么打我。大哥说好的轻一点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一把要黑啊，这个对面这个是属于有备而来的。我去，那么多蜘蛛，哇，这个蜘蛛掠夺呀！
来，同学，帮我守啊，这一波要守的。这不守我就黑了。来，摸死他，漂亮！我的妈呀，大哥呀，求求我！哎，漂亮，这里有个 DK 给我杀，哎，帅气！好，打死 DK， 我觉得这一波就守得住了。因为 KOG 来了呀 ，KOG 这个东西守这个还是挺简单的。够了啊，还追我，再追我小熊又把他吃了呀。好，我的藏獒大军还得养一下，血量不够，去阿银家里喝喝水。哎，毕竟我们这边 AC 大军的呀。哎，刚才精灵好像是把人家给炸没了是吧？精灵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克那个小骷髅的，所以说一物降一物。你们以前都玩过一种游戏，就是属于那个，就是那个 S 是被那个什么三点给克的。好，我这一波终于是守下来了，太难了。能守下这一波，绝对难度系数达得上13.2B 了。其实像这种开矿守住一波，基本上就特别好打了。最怕就是一波都守不了，然后就黑了。你够了啊！哎，我这个血量还真的是低的有点吓人了。哎呦，我又是莫名其妙死了一个狗。哎，这个乌龟太狠了，咬人！真的，乌龟咬人太疼了。你不得不说，这个乌龟是有点拽的。好，现在的话我是要防守了，安安心心的防守了。你看这个禽兽一般的部队是要犹如洪水一般来各种推倒我了，所以现在的话诺瓦砸骷髅那是一件很赚的一件事情的。来，有本事冲进来是吧，有本事你打进来呀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还真的有可能打进来的。坏点坏点坏点，有点虚。同学要不要这样啊，拆爆了。来弄他呀，咱们从后面包上来了呀。这个时候就讲究一个包人的一个正确姿势加正确技巧。好，这个蜘蛛我是能杀一个是一个了，现在能杀一个就是赚，能杀两个的话就赚大了。哎呦，人家立起来了，我去。哎，好，先杀一个 DK， 漂亮。哎呦妈呀，这两个立起来还是一人多，我诺瓦了我一下，好疼啊。够了，打死我了呀。你再打真把我打死了呀。我去，还吃蓝药的。要不要那么厉害呀，还吃蓝药来打我的。哎呦，这一把是要黑的节奏啊。好，我们这边是出了一个小黑。好，漂亮，精灵炸他们。好，帅气。我就喜欢你那么炸，干得漂亮。好，我的一个大哥是已经活了，三级 DK 算什么？哎呦，我们这边咋黑了一个了？赶紧的吃狗了，吃狗了，现在是有什么吃什么了。好，成功逼迫人家 TP 了。这个是五魔棍还活着是吧？五魔棍同学，你这个大哥都把你卖了，你说你当小的怎么活得下来？死，漂亮，成功把人家给打死了。哎，我这边农民也没了呀。我这又是成功沦落到双基地爆农民了，惨了点飞起。哎呦，双基地爆农民，这是一个多么惨的一个词儿啊！哎，这里还能顺利再抓到一个蜘蛛，别跑了是吧？你在我的魔爪之下了，怎么跑掉？好，所以升到人生中四级了。赶紧的回去买个骷髅棒去。我去，这个真的也是惨的有点飞了。坟场边上的狗闲着，哦，无所谓无所谓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狗闲着那是为了让它休息休息。啊，我现在得补点塔呀，塔不够，现在塔数量太少了。
好，走过路过，能练哪儿练哪儿了。你再打我跟你翻脸了啊！原来是开始造各种东西了。不过最难的一波守过去了，接下来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走势对我方是有利的。去看一下对面，我们这边游侠的话也是在升级。我这个朋友很机智啊，没出其他的一个东西，就出了一个游侠。哦，我去，大哥，你这个球都有了！哇，完了完了，这波球都有了，还不好守。你看这个下手还是有点黑的呀。同学们，来守这儿啊，这儿要出事儿啊！我去，茫茫多的一个部队了，这个是。哎呦喂，溜着点啊！我虽说是三控在手，但是这个时候三控是根本上没那么惨。我去，怎么毁灭是飘起来了？我只希望对面是吧 ，hold 住，不要打那么快，节奏打慢点儿。我去，大哥呀，悠着点喂，打死了你再这么打。好，这边的话毁灭十，先打死个毁灭再说。来上，搞笑，我去，没血了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你妹儿啊，下手咋那么黑呀、啊？说好的下手应该白一点的呢。好，这里的话只能是赶紧的先买点血瓶什么的，磕能磕多少磕多少了。好惨啊，还好我这边天鬼在天上各种的飘着的。哎，诺砸起来不要停。哦哦哦，你还沉默。我完了完了完了，哇，人家还钻地的。要不要这样啊？还是钻地来搞我的，我觉得这一把好难打了呀。好，来同学，我们是有啥弄啥，是吧？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是吧？没仇没恩的，赶紧的打打点那种冷箭，是吧？暗枪。好，我这直接吃天鬼了。哎呦，这里的好难打呀！我去，又是个诺瓦砸我脸，我都快死了，还那么追，再追我跟你拼了啊！哎呦，我勒个去！你们真的是有点狠的呀！你真是压着我家不走了是吧？哎哎 ，Q 技别死了 ，Q 技别死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一个 TP 先走了再说，靠近不好使的呀。我人家还三发大家，哎呦喂，大哥呀！能不能悠着点啊？这把我也觉得我要黑呀、啊。你别说，人家这个下手还有点重的。哎呦喂，我这个力气真的是有点惨，干啥都是瞬间倒。哎，我这个算了，等在这儿吧，见机行事了，只能。好，这边基地的一个农民只能不停的造了。来，哥些，轻一点儿，这力气真的 hold 不住了呀。哎，暗夜同学，好，后面插上，弄他，不要，咱不要停。好，这里毁灭，来看能不能打死他，漂亮，打死一个毁灭了。好，这里哈，哎，我要把这个 DK 给逼回去，来，杀 DK 的时候到了，爽，诺瓦加四根塔，你告诉你这个不跪下，死，好漂亮，对方 DK 是直接升天了，但死了个 DK， 我又拿他能如何呢？这我啥都干不了啊。好，继续基地包农民，我觉得基地包农民是一个很高超的一个战术的，非常的机智，这个基地包农民的。好，这里又是依靠这四个塔活生的守下来，但我这个农民啊是死活走不过来呀。
我勒个去！我都搞不懂我该怎么打了呀！你又来！哎呀，这真的，这年头基地包农民好惨的颜色人。哎，这里 DK 看能不能把偷掉。现在我能一点，哎，说我忍了，忍不住了。这个时候我要搞一波了。藏獒大军集合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是时候看一下你们的一个部队了呀。好，狂狗生好了，我们就上。这真的是爆失声啊！双基地爆。好，上好了，走，咱们挥师东进，上，搞他！你妹儿啊，根本停不下来了。哥，泰德的一个藏獒咬起人来还是非常的疼的。终于是守得云开见什么月明了是吧？哎，这个音。啊，那个什么 Ice Rainbow 这个同学卡了呀！好，这一波的话是要教你做人了，管你是什么毁不毁灭的呢 ？AD 牌就是这么自信，来强行 A 了，管你啥的，来干力气救你了，跪下！走上这个娜迦是吧？娜迦管你是个啥的 ，AD 牌不要停，跪下！来，这是继续 A， 继续 A。咱们这一个部队就是 A 脸的了，哎呀，还沉默我是吧？无所谓了，走走走过来。咱们的一个狗是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单位的，然后这个力气也是快升到一个五级了，拍他，各种视频爆狗，咱们是打的一个星际争霸呀。好，这个天狗也可以过来让我吃一口了，来弄他弄他，哎呦我去，哎呀，你这年头还敢造胖子？跟他说。胖子是打不过狗的，特别是当狗成型了以后。来，继续继续往里面 A， 往里面 A， 不要停。这一波我们必须得抬走一下呀，不抬走一下不舒服。司机上，来来来，毁灭是什么看不到的？先插到人堆里面去，然后 AD 牌上。看这一个部队是谁 A 不完了，随便你怎么打。真的是随便你怎么打，哎呀，你跑，我有粉了呀！好，直接是摁到家里打，这里守了一辈子，终于是让我打出去了。哎呦，人家毁灭这个票还是有点凶的呀！哎，你别小瞧这些毁灭，还真的是有点毒。不过力气这边升到一个五级了，好，对面这个力气要跪了呀！哎，我勒个去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啊！我们都 A 成这了是吧 ？A 成这了肯定不能走了呀。好，找一个满血的狗来吃，吃一口回200的一个蓝还是非常的多的。我去，这一波 A 不下来呀！不行，我得操作一下了。这个不操作要出事了。好，成功打死人家的一个什么游侠。哎呀，你又这样，我有好多毁灭啊！咱说好的那个啥呢？我去，一波狗又给我打没了，你别跳！哎呦哎呦，你这个别死了！好，对面 DK 是要死，我又给我打成20人口了，你也是够狠的呀！我去，这里狼，好狼藉的一片。这一波狗是被人家给换完了，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无所谓，可以爆点小鹿什么的，爆点小鹿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直接一个力气传回来，先传回来吃点骷髅回回蓝什么的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下一波的话我们要带他们走啊，这一波无所谓，下一波是最关键的。来，先把这个点练了呀，来练这个点。同学同学同学别跑了呀，这个点可以练的哦。是吗？你随便练，你都我都五级了，我这个点我不要了。哎，看这个骷髅能吃，哎，吃不了估计。哎，不能以某友军为单位，说好的那个我是你的盟友呢是吧？打了个啥，哎，守护指环加3没用。
对我来说毛用都没有。哎呦，这同学也是缺木头啊。好，缓一下，缓一下。该买的东西，该补给的东西补给好，下一步就准备去跟他们搬老命了呀。哎，我忘了买腐蚀球了。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马上好。莫慌，马上好。好，这边可以说是人齐结队了。我等会儿就对着人家英雄干呢。他刚才追着我打，打了我一屁股，这肯定扔不了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蓝的那个呀。来，同学们，来搞这一下，这直接要搞死了。四个冰龙在这儿，我还虚拟了？你告诉我还虚拟了吗？哎，这里还开矿，来先把这个给打了。这个时候就不管对面是出什么部队，他都是死了。来，冲进去！咱这个部队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呀，地面打的空军。从一个爆小狗打到一个天蝎加那个什么梅杜莎，来弄他！来，你们有啥部队站出来跟我们溜溜？哎，拆基地呀、啊，拆基地，这个拆基地，这想都不想了，直接强拆基地就完了。我估计人家是回城回不回来了。哎呦喂！好，一下一下点。哦，基地爆了，不过人家也回来了。好，转头打，就打这个 DK， 让他跳这个，让他跳是吧？管你是吃了多少发墙，该死的还是死。走，杀 DK 这个，这年头不杀 DK， 哎，杀英雄，杀英雄，这力气吧是吧？跪下，瞬间让你教我做人。来，大家一个一个点来，追追杀力气，跑，有这个冰龙在的地方你还想跑？我们这个兵种是非常的多呀，跪下，一个的话砸死，走，追这一个下一个英雄，拆，好，这边 DK 也是跪下了，哎，还有个游侠，游侠你别跑，给我站住，死，好，这里是成功来了个五杀，最后是以喷塔 Q 结束这场比赛。